今天是天师的好日子，迎来了我们天师26周年的嘉年华和战略发布会。非常感谢博鳌论坛会的秘书长李抱栋，更感谢的我们前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阁下，还有很多国家的在职的和退下来的部长一级、总理一级的，包括总统，多年以来对天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对天师的认可和关心，给予鼓励和鞭策。我代表天师集团向你们衷心地感谢。还有多年以来服用天师的产品，你们又是消费者，既又是经营者，还又是传播者，经过这20多年的你们共同的参与、共同的见证、共同的受益者，我们在东京奥运会的获得金牌奖的这些世界的冠军是天师的好朋友，是天师的产品的受益者，也是你们是天师的形象代言人。我代表天师集团向你们祝贺和衷心的感谢。还有今天在全球在线的每个国家的入媒体的记者，多年对天师的关心和支持和帮助，更了解天师，人为走进天师。我们在每次的活动你们一一的报道，尤其是在2015年的巴国尼斯，你们一一的报道，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主流媒体一一的刷屏，给予天师的高度的评价和赞美，在社会上、国际上每个国家的上下影响力巨大。我代表中国的名企业，代表天师人，向你们、向我们一一的报道和转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年华正式的向全球的一个宣誓、一个公布，我们天师26年来不管碰到任何困难和曲折和挫折，我们坚定了信心和信念，就是健康人类，服务于社会和造福于社会的我们的思想和天师人的精神。我非常受感动，
也非常受教育。我真心的感谢你们，我代表天狮集团更要感谢你们。第三个就是天狮的26年的发展可以说是最好的诠释。我们在法国尼斯获得吉尼斯的记录，我们这20多年连续4次的获得吉尼斯记录，在全球的发展真正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创业，不忘初心，有这种情怀，有这种艰辛，天狮的创业故事。在2002年《我与天狮》这本书，第二本书是2003年的《三王合一六王互动的新之欢理论》，德语经老写序，范国权给题词，还有相关中国的国家的副国级的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这本书获得一等奖。我们在这种基础，在国际发展的道路上用实践提升到理论，理论结合实践相结合，从整体的全球化的战略布局创出一条新路。第三本书我们在去年发行的，在伦敦发行的《天狮大史记》，这本书可以说是真正的做到在中国在全球每个国家发展的道路真实的故事，真人真事真面目的大故事小故事，故事还有故事，不容易。在这本书诠释答案与意义的都有。第四本书在我们原有创业初期，以网总代电，电总代网的能跨地区跨国界跨多国语言多国文化多国法律跨要素的跨货币的跨要素的资源整合，我们在这种基础创新了三王合一六王互动的新之欢理论。我们相隔10几年又站在全球看全球，在这两个支撑又创新了，又提高了，创新了一体多义，它是变形金刚，互联互通，相互的置换，这是我们的价值，未来创造巨大价值，一体多义的置换和超越。这本书刚出来3天，到中部给每个国家每个区域来发送，还有感谢我们的潘吉文前秘书长给我们写的序，实际还有很多国家的总统给写的评语，包括诺贝尔奖的也给写的评语，对这本书的给予高度的评价，从经济方面、金融方面、市场方面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本书的最好的答案就是在这天狮的发展家26年的诠释和最好的答案。在这种基础，我想跟大家，我
我们要站在全球看全球的，从天师的整体的战略向大家真正的出席号角。我们的一体就是我们的体验店，体验店是王总带店，店总带王的太极生和电托店，这是我们的未来发展的托信的最好的法宝。希望今天在座的和全球的天师人，我们得到了要珍惜，要爱护，要保护，真正的把我们的体验店带动，我们的一体带动多益，互联互通，相互置换，它是一个拓客引流最好的新模式。在全球我们要站在全球看全球，从整体的战略布局，今天在会恒也给大家一个诠释，从 CIVI 空间的设计完全都设计好，所以现在一亿的要落地。第二一项还有我们的九大项的体验设备，要在一个小时之内让大家新客源新客户来到心服口服加佩服，有效果，没有效果是零，所以才全球作为大健康的领军任务，希望大家共同携起手来，共同健康人类，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我们共同充满了信心和期待，要在今年年底在大中华区最少要达到300家店，为明年奠定良好的基础。电托店、王总带店、电托店的这种机制和模式，在全球我们要在五大区域都要一一的战略布局，到年底达到70家，到明年我们最少最少达到10000家的店。所以我希望大家期待已久，抓住时机，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今天我向全球的正式的一个宣布，天师未来越来越好，一切更好。站在全球看全球，全球兄弟姐妹一起来合伙创天下，全球大联盟。谢谢大家，祝这次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健康幸福快乐，一切都好，谢谢大家。